大家好，这个俄乌冲突啊，已经快半年了。那么，对于这个事件的起因呢，有人说了是乌克兰呢非要加入北约，这个呢就让俄罗斯啊感受到了威胁。因为俄罗斯周围呢已经很多国家呀纷纷加入了北约，包括以前所有的东欧国家，还有以前呢跟俄罗斯啊同属苏联的这个波罗的海三国。那么，如果乌克兰再加入的话呢，好像对这个俄罗斯啊就形成了这个半包围的形势。不过呢，普京自己也说过哈，俄罗斯啊也曾经多次申请加入北约，但是呢没有成功啊，没有得到北约的回复。不过呢，对于这一点呢，我有点想不太明白哈，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想加入北约呢就可以申请啊，而乌克兰想加入北约呢就要被特别军事行动哈。那么还有人说了，这次俄乌冲突的起因呢，是因为克里米亚和这个乌克兰东部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克里米亚呢，在2014年，那么在其他国家的支持下呢，自行从这个乌克兰宣布独立了，然后呢，并入到俄罗斯啊，造成这个乌克兰当局呢极度的不满。但是呢，当时乌克兰政府呢没有进行特别的军事打击行动。那么乌东地区呢也是一样，2014年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呢，这些俄罗斯族啊也是自行宣布独立，但是乌克兰当局呢就是不让他们独立啊。那么乌克兰认为呢，他们国家的领土呢不应该被分裂出去，所以呢就一直派军队呢跟这个乌东地区的这个起义军啊，或者叫武装分裂分子呢进行这个战争啊，一直打到今天。那么还有人说了，这个俄乌冲突啊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乌东地区的这个俄罗斯族啊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遭到乌克兰当局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这个种族灭绝啊，在顿涅斯克呢就发现万人坑，那么就是很好的证据。今天呢，咱们就聊一下很多自媒体渲染的乌东万人坑是否真实的存在。那么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呢，乌克兰东部自2014年开始宣布独立以来呢，到2022年初一共死亡呢13000多人，其中呢乌克兰政府军死亡呢4000多人。乌克兰的这个武装分离主义分子死亡的5000多人，老百姓呢死亡3000多人。那么这8年多的时间呢，3000多老百姓的死亡呢，肯定有这个双方误杀的这个情况。那么根据这个数据来分析呢，8年多呢，乌东地区呢每天都至少有一个平民老百姓呢死于战争。其实呢，大多数被杀的这个老百姓呢，是在2014年到2015年冲突爆发的第一阶段被杀的。但是呢，联合国呀从来没有说是乌克兰当局对这个当地的百姓展开了有计划的屠杀或者是种族灭绝哈。但是呢，顿涅斯克呢确实有万人坑还不止一个，只不过呢不是现在的，而是以前的。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顿涅斯克呀建设这个纺织合作社的时候，工人挖地无意中挖出了很多的这个尸骨。所以呢，在1989年，由这个顿涅斯克大学历史系的老师还有学生一起就发掘了这座万人坑啊。那么这一座万人坑呢，就有5万具的尸骨。后来呢，为此还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纪念馆。那么这里埋的是什么人呢？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话说这个乌克兰呀，号称是欧洲大粮仓啊，黑土地的占有量呢，世界第一啊。那么乌克兰出口最多的商品呢，就是粮食啊。乌克兰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粮食。但是呢，在1932年呢，乌克兰饿死人呢无数啊。根据统计呢，那个时候乌克兰呢因饥饿导致死亡的有700万人啊。那么这个是乌克兰的官方数据。那么根据外国的报道呢，大概是500万到700万之间。欧洲大粮仓为什么沦为人间地狱呢？1922年呢，苏联成立，乌克兰呢并入到苏联。成为其中一个加盟共和国。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所有制，实行呢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那么所有农民呢都要加入这个集体农庄，所有的一切呢都应该呢收为国有。原来属于你的房子、家具、锄头耕地的犁拉犁的牛家里养的猪家里养的鸡鸭鹅什么的家里存的种子和粮食都呢收为国有。那么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庭。那么乌克兰很多的农民呢不愿意交出财产，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那么斯大林呢就认为，凡是反对集体农庄的人呢，那都是集体敌人。于是呢1932年，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被划为富农定位为阶级敌人，被逮捕或者被流放或者呢是直接枪毙
那么，为了显示集体农庄的优越性，那么苏联各级的官员都极度夸大了粮食产量，那亩产值高呢，大大超出啊外国农业专家的想象。那么，无论多高的产量，都应该呢把粮食上交给国家。可实际上呢，农民并没有真正的收获那么多粮食，可是你要上交的粮食呢，却一粒啊也不能少。所以呢，征粮队就出现了。他们呢，全副武装闯入你们家，搜索任何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甚至呢，挖地3尺，凡是可以吃的任何食物呢，都会被拿走。1932年8月7号，那么苏联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呢，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实际上呢，很多所谓的盗窃国家财产呢，不是你想的那样，因为呢，所有的土地啊，都是国家的。所有土地里长出的所有农作物啊，也是属于国家的。那么，无论呢你有多么的饥饿啊，无论你从哪块地上采摘的什么食物，都是属于国家的。只要你吃的不是由上级分配下来的食物，都属于盗窃国家财物。到1933年的1月，有8万名农民呢因此罪名啊被逮捕，其中呢4880人呢被判处死刑。1932年12月6号，苏联呢又颁布了另外一项法令。禁止将任何的食物和粮食制品呢从其他的地方呢运入乌克兰农村，并且呢在乌克兰全境禁止呢商品和农产品的买卖。那么没有粮食的援助啊，那么也没有人呢会种地，因为大部分会种地的都已经被消灭或者流放到西伯利亚了，所以呢大饥饿就来了，发生多起啊人吃人的现象，一子而食啊真实的发生。因为呢，这个老百姓啊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就跟别人呢换着孩子吃啊，我吃你的孩子，你吃我的孩子。那么苏联报纸呢后来呢曾公开报道说呢，吃孩子的人呢是野蛮人的行为。事后呢有2500多人呢因为吃人肉而被定罪。那乌克兰大饥饿发生的时候呢，活着的人呢饿得没有力气掩埋尸体，于是呢政府啊就组建了收尸队，那么采取啊一些激励的政策。规定呢，每处置一具尸体呢，就可以得到200克面包的奖励。那么，在这个大饥饿的背景下呢，这个就是非常大的诱惑，促使啊收尸队的队员们异常积极的去寻找啊死者。那有时候呢，他们把那些呢虽然饿得皮包骨头，但是还活着的人啊，也当作尸体呢，就活生生的就给埋掉了。那么那些没死的人呢，就哀求说别埋我，我想活着。那么收尸队就回答，赶紧上路吧，别再麻烦我们跑一趟了。其他的乌克兰人呢也想逃出来，也想逃荒，可是呢你想要外出啊是困难重重。那么为了避免这些饥民到其他的地方呢惹是生非，带来呢不稳定的因素，大部分外出的道路呢都被封锁了，凡是试图逃到外面的被发现呢可以当场枪毙。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每年11月第4个星期六被定为呢饥饿纪念日。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们看一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史的节选。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It's washed to the sea.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really
sky. How many years must one perso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